一定能送。人来过此附近，莫非真听了我的建议？小李，我也以为你无打算与我讲话，正准备离开，拄则我无听清楚，你可以再说一次无？多，小李，之前你也想伫我一死地，现在你却多谢我，你随即讲我啊，对了，谢我什么？欢。昆九、贤、明智、祥、红剑、木、白天，五雄新名转身而退，难道是我姑姑新名见得了？你看起来并无什么凶势。九、木家、五、雄灵，原来是九弟。哦，那就无什么好意外了。七岁。天明四路背熊秘书不知道怎样讲你早就好心提起了也说我回去红蜜球会想都不用想一定是你高低领着我人在归期不对啊回答得这么干脆也真是该死喂，失败是什么款感觉？我逃避，讲什么？当初你为了杀我，在寒阳江畔拜伏白首楼，迄个时阵，你是什么感觉？多台乃日丁灵松变灵将，不是我被下列美甲。我自少年时便识在被修道这个人，伊的刀恐怕你再练十年也接不住。一高魂，四岩土，天下岩，上战楼。也是。还有一座真正想看我的高山，人生才突然有了意义。你也有想打败人太急了，现在无用灵石头这里，唉，不算了。今有什么打算？到祭场了，秀恩天连江拜秀老。孤魂到祭场，你是随随风去，应允你的挑战了。我温柔怪老爷，去玉鼎保满意。我看过随风去的绝招，我不是为嘉宾赢得了你。但也气息后，在你再次挑战白首楼时，另有用处。你有兴趣吗？好，心情多什么？因为我想研究你那又快又邪的剑法。显我的剑法有你不会有掉